我在跟 Anus 谈天哦，就讲到食物豆 ，Anus 吃了食物豆有非常非常好的见证哦。Anus，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会吃食物豆？因为我的眼睛是差点要开刀喽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我在煮菜的时候，我是戴眼镜眼镜的。煮菜时候戴隐形眼镜。炸东西的时候。炸东西。看到我们的眼睛，就是中我的隐形眼镜。哦。中我隐形眼镜就会溶掉。溶掉。知道我眼睛是一个疤。疤。就是生脓量哦。哦。生脓就是他们就属于叫做。是几次的事情？哎呀，十二月头。十二月头。十二月头。Anus 在炸东西的时候，那个油跑进去 Anus 的眼睛，然后那时候 Anus 是戴着隐形眼镜，然后是他隐形眼镜溶掉，变成他眼睛有凹色，然后说凹色就是医生就有让我心理准备，就是一定要 appointment 开刀，哦要开刀，但是他会给我的 antibiotic 就是观察几天，看他会不会好转，至少给我两天的时间，每一个小时要第一次那个 antibiotic， 那还是没有好转。然后还又再给我更加紧缩的时间，又在第那个 antibiotic， 其实本来一个小时就是到睡觉的时候是更低嘛，再改成睡觉的要低，啊，哦，是要定眼睛，定那个盐水哈，定那个 antibiotic 的一种药水。哦，医生是给他定那个 antibiotic 是一种盐水哈，来给他消炎。那时候因为要准备开刀了咯。是准备开刀的了。是 appointment 在我一个礼拜后，如果还是不好，就是要准备 appointment 去开刀。啊，刚巧那时候我们 BE 的在他们的那个啊，我们的领就是我们的上线是先优先得到这个是食物豆，对食物豆，因为我眼睛比较严重，是恐怖吗？你很好彩嘞，那时候有食物豆嘞，很好彩，真的是感谢 BE 啦，感谢我们有的吃，然后我的眼睛就。真的，第二天马上好了。你吃几包？我只是大概吃了两包而已。你吃两包就发现它好，但是怎样好的时间还有久吗 ？OK， 所以我就不理，就是吃到 appointment 的时间就是见医生，就是紧张时刻到，说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讲，恭喜你，就以为是愚人节，就是恭喜你就是中枪了啦，好歹没有啊，讲真的是好到完，他也是不可思议，怎么会好？因为脓生在水性的地方，就我们眼睛是湿湿的，不是干的，脓不会那么快好。所以啊，98%的人都一定要开刀，但是很巧很好，我的是不需要开刀，我好到完。之后还会约我在两天后再去 appointment 的时候，是说以后更来见他。现在已经是完了，好到完了。现在是好到完了，只是还一个疤痕完了咯。什么疤痕呢？那个眼在黑眼球那边有一粒，可以看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有一个黑点在黑眼球那边。你那时候是有破见证的是吗？啊，有破见证的，就是那个眼睛的是吧？眼睛的问题，那个就是你哦，恭喜你！真的是谢谢啊，谢谢 BE 啊，让我们有时候都是，而且又不用怕，看到真的很怕的嘞，也是。是。哇，你寻到见证很强哦。跑去眼睛很危险的嘞，危险，因为我就是戴隐形眼镜，所以不知道那种感觉，就是永远我才知道。哎 ，Anus， 你为什么今天会来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来？为什么呢？自己有见证了，就是觉得好，一定要继续的支持下去，再帮助很多的人吗？哇，很好嘞，谢谢 Anus 啊，谢谢，很好的见证。Anus， 你还有用其他 BE 公司的产品吗？有啊，我那个。我是暗淡无光，做工的时候都要打扮，要打喷嚏，现在都不需要，完全不用，完全不用，感觉就很像有打扮那样，感觉这样很好。我们的公司的产品都是很好，谢谢。Aloha Pen 哦，Aloha Pen 是穿 Aloha Pen， Aloha Pen 有什么？ Aloha Pen 是帮助到我后遗症的那个车祸，后遗症的车祸，车祸过，然后我那个腰骨就是时常都痛到拉到粉。多久的事情了？10年前我 S 的。十年前的 S 灯，看了多久？看了好多年，到认识 B。哇，那你穿了 Aloha Pants 多久？多久啊？不到一个月了，我就已经够用高腰裤了。用什么高腰裤？你之前都有用高腰裤？我用啊，我用啊，你之前都有用啊？每天晚上每晚都用，没有的话你不能入睡了。你一次用几片呢？一片就是晚上，每一天就已经很严重了。你每一天晚上都要？
都要的啊，都要。然后现在已经多久没有念狗药了？穿着古装的，然后八月份穿的。哇，去年的八月份。像你是去年八月份才开始穿我们的阿罗拉 pants 啊，穿到现在完全是没有痛的了。恭喜你哦，感恩哦，我们有 BE 哦，改善了那么多他 Anderson 健康问题，还有我们的许茹都这么强，还有 Many B 越喝越漂亮哦，谢谢你的分享，很好的分享。 OK， 拜拜，来拜拜。